熟与易熟生。二，何谓易熟果？它是如何出生与运作？三，何谓金刚道后易熟空？心如心如空，我是能化能化诸世界，无因系重生，无因系重生，无法无法而不成。第一颂，赖野三藏智果因，三藏能所执藏明，赖野能藏一切种，因相是为万法因。赖野三相智果因，三藏能所执藏明，赖野能藏一切种，因相是为万法因。我想说成是宝典，三恶一手过宝真，因果之相莫那知，莫那知，我爱之常是一本。第二颂，因能变与果能变，习气种子是为因，等流习气转世长，易熟习气易世熏，等流善因引善果，易熟造业易熟藏，因能变起八心王，果能变现见相分。因能变与果能变，习气种子是为因，等流习气转世藏，一手习气一世熏，等流散因因散果，一手造业一手成，因能变起八心光，八心光，果能变现见相分。第三颂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心王手缘取种下，心手与笔取别下，铸成心事明心所，画师之作摩天才，行运寒舍身口意，行有恶之事业因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人长六出，心王所愿起种香，心所欲比起别香，铸成心事明心所，画师之作摩天才，行运寒舍身口意，身口意，心有恶之事业因。第四颂，业因如师，果如师，作摩天才化五蕴，一生所造善恶业，盈满能招业力千，引业作魔六道生，招感人天去不同，满业
强弱，寿命长短富贵贫。夜饮如是多如是，诸魔天灾祸无云，一生所造善恶业，阴瞒能造业定前，因业中我六道生，照感人天去不同，满夜天才身强弱，身强弱，寿命长短富贵。前六一首果，一首生语真一首，一首无忌为是现，为是自心业种流，众生贪爱三界游，四生六道一首果，金刚道后一首空，佛说一切法无我，乃业前六一首歌，一首生于真一首，一首无极为实现，为实之心也重流，众生贪爱三界四生六道一首歌，金刚道后一首空，一首空，佛说一切法无我。第六颂，业种是为生之本，身为业种投射云，心歪影邪众生病，业种随缘变化现，十善十恶为业因，四大和合弥烁尘，加成十种差别相，百病生各不同。业种是为生之本，身为业种脱色云，心外应邪众生病，业障随缘变化现，是善是恶为业因，是大和合理所成，加成十种差别相，差别相，百步冰山各不同。第七首，时时正觉处处觉，坐摩天彩心意正，法轮常转善时一，莫让毒龙挂在心，勤修戒定习贪嗔，真诚忏悔业障深，坐摩天才业果正，成就百福庄严身。时时正觉处处觉，坐摩天才心意正，法轮常转三十一，莫让毒龙挂在心，勤修戒定习贪嗔，真诚忏悔业障深，诸魔天才业果真，业果真，
成就拜佛庄严身，祖母天才叶国珍，叶国珍。